我在 Jirankayu 的 Joint Temple 联合庙有一个九皇大二帝的法会将要举办，所以已经张灯结彩。由于我做了一个影片，是刚好我看到这边有个联合庙，然后这个影片也引起很多的讨论，所以趁着他们法会的时候，我也来看看他们盛况如何。这边是龙南殿的九皇大二帝，蛮盛大的，很漂亮。哇，很多人席进。很棒。哇，好多贡品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肯定会很多人来的。这是三宝殿。哇、wow, ，Look at this！ 这个也很棒。所以这个是乐兰加油联合庙，可以看我上次的影片。后来我还走到洛阳大佛宫，我也走到了鲑鱼岛的大佛宫跟拿督宫，是南龙殿在做法会，也是太岁殿。这里上次有人来说我没有来拍，所以这次来拍。这是阎王殿。哇哇 ，spooky 嘞！
见太极。所以这个是这边王死城，还有奈何桥。所以是十殿阎罗。天，这边应该提供斋饭。慎终追远，民俗、宗教都是要尊敬的。Later。现在是晚上七点，开灯了。哇，你看 ，very nice。哇，整条路上都开灯，很漂亮。刚刚提前来拍一些影片，现在灯开了。这个是忠义庙，忠义庙的灯也很漂亮。这肯定是附近的一场盛会。张灯结彩，这应该是十二生肖。所以还是要感谢频道上的朋友跟我讲，他们开始要法会，在龙南殿。做个视频，还有一个频道，就是这好处，就是感谢很多朋友，他们会分享一些东西，分享一些地方，分享一些事件。在这里要感谢频道中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这个法会的日期，让我可以有机会来参与这些。这个就是大门南龙殿九皇法会大典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的路上很漂亮，漂亮。这边也超漂亮的，哇 ，look at this！ 你看这样点灯会对这个主屋的居民可能有一点不方便，可是他们都愿意。一个共襄盛举，真是蛮令人感动的，很棒啊！
再次谢谢你观看我的影片，也请你订阅我的频道及分享，谢谢。